XO 队长苏荷近日因行程出现在机场，穿上秋冬新款，戴上眼镜，在出入口向媒体问候。因为天气很冷，苏荷还内搭了黑色的高领，整体的氛围感让人联想到《冬季恋歌》里的裴帅。因为苏荷稍微留长了头发，在寒风吹拂下飘扬，无框眼镜也让她知性暖男气质更突出。网友们纷纷问道：苏荷怎么突然就像裴勇俊了？无框眼镜好像是关键，果然帅气的人都有一些相似的特点。如果不戴眼镜可能就还好，但戴了眼镜很斯文的气质，加上发型跟裴帅好像。但有网友吐槽苏荷胖了，脸肿肿的像馒头，粉丝则是替他护航，表示因为冷才穿了超级显胖的羽绒外套。而苏荷撞脸裴勇俊也立刻在韩网引发热烈讨论。